最近好多小伙伴在问，有没有傻瓜式的优异资产库，让我们这些小白也能轻松上手呢？安排。第一步，双击桌面 Epic Game 运行器，选择库，在我的工程目录下，双击我的第一个射击游戏，打开工程文件，在内容浏览器标签下，选择 First Person Map。目录下的 First Person Map， 打开关卡地图。第二步，下载并安装资产管理软件 Connector， 双击打开，找到你喜欢的数字资产，鼠标右键选择在打开的优异工程中载入该资产。成功载入后，右下角会提示该资产已经成功加载。第三步，在内容浏览器窗口中选择内容文件夹，在过滤下拉菜单中选择谷歌网格体，找到刚刚导入的 M109 自行火炮数字资产，鼠标左键拖入到关卡地图中，在过滤下拉菜单中选择蓝图类，点击 First Person 文件夹，找到 BP Rifle 蓝图类，双击打开，点击左侧的试口标签，选中试口中的枪，在右侧的细节面板中找到网格体，点击下拉菜单，选择我们刚刚导入的 AK-47 突击步枪，点击菜单笼中的编译，点击保存，返回到关卡地图，点击菜单栏中的运行键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已经将资产库加载的自行火炮和 AK-47 步枪加入到了我们自己的游戏中。你学会了吗？下一个视频教大家如何找到免费的场景，并在自己的游戏中使用它。